我在察言占领是出于上帝的还是魔鬼的，所以不想听任何声音。听说有限制可以跟神沟通，我这心中祈祷自由他应我，是我不是此时西撒，我和另外两个天使相映，呜耶，问起声波渐近，他们在内心跟我谈话，这样你就信吗？我的内心显现出来，我有一颗颗的病去让我辨认真伪，不是责任说是刀飞，确实我不信也信不过，那我就爬到天上询问上帝，我也信不过。现在鲜明的天使，你会说我要爬到天上，以为很困难，但我真的往上拼命爬，拼命爬。星星洒落在上面，他叫灯我，他告诉我星星不平面欠，一点点疑惑都不信。我看见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天使，因为不确定是谁，就偷袭他。星洒落就拿剑闪开屏障询我，我只要看到任何可以向我归咎乱打乱打，他说真将不是这样，要留便是你便是你，我那就等我，他把盔甲带好带好，会养好便是你。我遇到天使很感动感动，我们手捧手，心里发出金光，见证我们坚固的情谊。我说我不是故意对你们不理不睬，只是我曾遇见一天使，我担心他若是恶魔，我要与他交战。我说我是个软弱的人，如果那个天使是魔鬼，我必定无法拿剑刺穿他的心窝，因为他是我师父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但是公义的西撒罗如此说，就是如此也要为了上帝拔刀征战。突然间我见到我爱的那个天使，我们手和手机早时发出金光，见证任何天使的情谊。我们如此相似，那高的样子如此相似，作战的样子都如此似。天使说就是如此，要拔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心如刀刻，不一刀痕留在我心中，我的眼中充满了痛苦，天使的话语刺进我的灵魂。我真希望留在这一刻，与天使同在的时刻。虽然见到那个天使与他击掌发出金光，内心自责泪流不止，但我心中仍还存有疑惑。我怎么知道我见到的是天使不是幻觉？西撒罗说，相信的人拿我说，我还是要站到天上问天主，拿到确切的证据，不然我心中永远藏有疑惑。有个天使伸出我内心的隐形，看起来在教会内欢笑着，但是却是坐在深渊望着深渊哭泣，因为担心天使落入深渊，我怎能进入天堂？所以我要登上高处的上帝，高处问上帝这一切事情的缘由。天使说我对上帝怀有怒气似的，因为这个公义的天使可能是假冒的魔鬼，我担心他对天发怒。眼化出云中显现，神识挂他的光辉所照之处，显出人性的隐情。天主的眼睛见到我没有在众人之一，视为天使身边，如同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门徒四散我自责，如同一把刀插入心窝。不过我是快乐的，只要确认天使平安无事，我就快乐，永远的快乐，永远的快乐，欢唱天主的爱融入我的心房。